乃六嘅古装片，一向都有捧场下。去年禁播宫斗剧，日办综艺睇后宫佳丽斗生斗死嘅剧迷就唯有专注翻港剧。呢次灾情扩大，连古装剧都中奖啦！广电总局家下下指，由即日起至六月底，武侠、玄幻、历史、神话、穿越、传记等等题材嘅剧集，话知你系网剧定系电视剧啊，统统冇得留低。嗱，播紧嘅就算你好彩啦，可以俾你播埋佢，但就冇得宣传。未播嘅就惨啲啦，好似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咁，本身安排咗3月27日播噶嘛，差几日都出唔到街。呢次禁令话就话到六月底，但都未知几时解封噶。睇嚟剧迷要翻兜住以前啲剧嚟共度时间啦。